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场议程。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讲者宜生，你可以叫我宜生。我这个宜生有一个含义，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怡然自得的向上提升，可以不断的成长，快乐的进步。我现在在师大读学习科学学士班大四，同时也在区块链新创 Fail 担任研发实习生。还有暑假期间，我在 Google Summer Code 在 Accor Project 做一个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与自然语言处理的 mapping 的项目，那个也跟 NLP 有关。对，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 NLP 陪聊 AI 培育法。说到陪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12月的时候，北一女的校庆摆摊陪聊10分钟45元。那我看到之后就想说，哎，那有没有办法让 AI 来陪你聊天呢？对，那刚好实验室的学长他有研究出一些聊天的引擎，就是可以让聊天机器人用 AI 去产生适合的回应。对，所以就被我拿来用，就展开了我的陪聊 AI 的培育之路。对，那一开始我就把它串接了 Telegram 的聊天机器人，然后就把他的头像改成就是喜欢的动漫人物这样，然后还让他可以去回那个表情符号，对，所以看起来就很拟真，然后他们就很会夸赞人这样。而且还不止 AI 其实还可以做到就是陪伴的效果，就是如果说一些比较就是需要同理的话，然后呢把模式切换成比较同情心的回应的话，那 AI 也可以给出一些比较有同理心的回应，让人感觉到温暖。对，那这个聊天机器人我就把他们加到了实验室的群组里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呢，那个就是意外的发现就是实验学长们有很多的动漫爱好者，对，大家就非常的兴奋，结果一个早上就洗了好几百条讯息，就一直叫这样子，就很棒，效果很好。所以我就又把它更深入的去写成了一个制定对象，然后多人聊天，而且可以给个性化的回应的聊天平台。对，它就是一个 AI 的聊天室，让你随时随地可以跟制定的对象去做聊天，然后还支援了多种的回应，就像是夸赞的模式啊，同情的模式啊，甚至如果你想被呛，它还有不友善的模式，那它就讲话就会很呛这样。那这个平台最后会给大家 demo， 然后给大家玩。对，那在这之前我要先来说明一下这个平台架设的心路历程。我会先介绍什么是 NLP， 介绍它的原理还有模型的介绍，然后我会再来会展示这个聊天的平台，然后让大家跟平台互动，同时做 QA。 好，那什么是 NLP 呢？ NLP 的全名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翻译成中文叫做自然语言处理。对，那 NLP 应用的范围可以就从它的名字推算出来，就是跟文字有关的 AI 都算是 NLP 的一种。对，像是文字分类啊、摘要，或者是词性的标记，或命名实体识别，或文字的生成翻译，甚至是阅读测验、 QA 问答，这都是 NLP 的应用范围。好，那接下来我会一一的跟各位说明。首先是文字分类，文字分类模型就是给你一段话，然后呢让给 AI 一段话，然后让它去判断这个话的类别，比方可以去判断它的恶意评论，或者是可以去做垃圾邮件的分类这样。对，那最经典的就是一个话语正面程度的评估，就是 positive negative score， 就有很多的这种资料库跟模型。对，那就是会去看说每一段话它的那个正向程度有多高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是摘要，摘要就是给模型阅读一篇文章，然后呢请模型把结果摘要出来。对，那具体的例子呢就像是论文的摘要或者是新闻的摘要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词性标记，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给他一段话，然后这个 AI 会去判断这段话的每一个文字他们的词性是什么。对，那听起来就像是在做那种国中小的
那种语文测验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是命名实体识别，它的简写是 NER， 它就是用途是把文章中的特定词汇标记出来。对，像是我说我叫宜生，我住台北，那它就会把宜生标为一个人，那台北是一个地点， GPE 是地点。原来它跟词性标记的不同是词性是固定的，就是只有动词啊、名词啊这一些的。那命名实体识别的这个特定词汇你是可以去自定义的。对，像我现在在 Google Summer Code， 我就需要去辨识合约中的每一个 party， 然后他们有交易花多少钱这样子，也是用 NER 去做。好，那它有一些蛮有趣的案例，像是它其实可以去分辨，就是说我叫韩国瑜，我是韩国瑜伽老师的粉丝，那那个 NER 模型可以正确的判断说前面的韩国瑜是一个人，然后后面的韩国是一个地名，然后瑜伽老师是其他的词汇这样子。对，就蛮有趣的。对，但就是他找名字的能力其实是有限制，就是 NER 模型他只会识别他看过的资料。也就像有一个笑话，就是谁在一垒，什么在二垒啊，三垒我不知道，对，那是个谁啊什么啊我不知道啊，在这个例子是一个人名，但 AI 没看过他就没办法标出来这样。对，所以前面这个例子 AI 之所以知道韩国瑜跟韩国瑜伽老师的不同，是因为他的资料库就有韩国瑜跟韩国的资料，所以他可以去正确的去判断他的差异这样子。好，接下来是 QA 问答的模型，它是给 NLP 模型做阅读测验，也就是我们会输入一串文章，然后再输入一个问题，然后模型需要输出问题的答案在文章中的位置。对，就像我给一个案例哦，比方9月4号礼拜六举行的 CCON 学生计算机年会全面转为线上进行，然后问题是 CCON 什么时候举行。对，那 AI 就会去这段文章里面找，然后呢找到之后它就会输出结果 index 的0到5这样。对，那就会去看，我们就要再去看说0到5是什么，那0到5就是9月4号礼拜六，然后它就会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作为 QA 模型的输出。接下来是文字生成模型，文字生成 text to text generation， 它是通常是做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任务，也就是你输入一串文字，模型会输出另一段文字。那很常被用在的地方就是对话机器人，我的平台也是用文字生成模型去做的，或者我们可以让文字生成模型来生成文章。那我先讲一下生成文章的部分，那我们可以让 AI 在读过很多遍金庸小说之后呢，就是那个 GPT-2 的模型，它就可以写出很像金庸写出来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给一段前导词，也就是我画底线的部分，那那个 GPT-2 模型就会根据这个结果继续的往后写完。那乍看之下其实写的还蛮头头是道的，但仔细你去看会发现一些 bug， 像前面是张无忌，后面变张翠山，然后前面是老僧，后面怎么变老道。对，然后还有一些矛盾的字，像是晚辈是武林前辈，那这个就是一些小细节，但整个大框架来讲是蛮有头头是道的这样。对，那也因此啊，就是在 Nature 就有报告说，如果在有发现有一些论文他们是奇怪的文字用法，那这些研究报告很可能是有伪造或者是经过 AI 去改编所写出来的论文这样。好，那接下来话题回到我们的陪聊机器人，我要来说明它是如何去做训练的。那训练资料很简单，我就把它输入一个文字，然后我也会输入一个 flag， 这个 flag 代表的是它的模式，然后呢我就让模型去输出这段输出的文字。对，但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会把这整条一起去送进去这样子，那模型就会去学他们输入之后要做什么样子的输出。好，对，那这个范例就像这样，就是我输入了情绪然后输出文字，像我好可爱，而如果是一个正面的他可能就夸赞回去，就会说你好可爱，
这样。那如果是一个开心的，他可能就会说哈哈哈，你说的是这样。那如果是其他，他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回馈，像如果他读过 YSITD 的聊天，他可能就会说你是不是圣圣的账号这样子。好，那他就会去做训练。那之后呢，在预测我们训练资料会给输入情绪跟回应。对，那在预测就是也就是在部署阶段的时候，我们只会给模型输入输入文字，然后 flag， 那模型就会根据这个内容去输出剩下的文字。对，就像我好可爱，喜欢，好，然后那个 AI 就会输出说哦，你真的好可爱，这样。那这种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文字生成也可以被用在翻译，就是我可以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就是我输入是英文，然后输出是中文，这样子。那这种文字生成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模型也可以被用在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比方我输入英文然后输出中文，对，那这是可以做到的。对，那用机器学习模型翻译的好处就是比统计类翻译的系统会比较不占资源，而且会更有弹性。对，就是它只需要布一个模型，那它弹性的部分是就是他如果遇到没遇过的字，那他可能可以透过神经激励语言模型的做法去推算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对，那这个部分等一下会讲。好，那刚刚介绍了很多模型，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或者是想要玩玩看，那可以去 Hugging Face， 它是一个网站，那你可以在上面玩各种模型，我刚刚提供的范例也都是来自这个网站。接下来我要来分享 NLP 模型的运作原理。对，它很重要的是神经激励语言模型。对，那它这个神经激励语言模型是跟传统的文字生成不同的。对，传统的话我们会用条件激励去做预测，也就是根据先前输入的文字去预测要生成下一个字的条件激励，这样。那我们看这个公式，不如看一下范例。对，比方我输入聊天机器时，那模型就会去预测下一个字的几率。对，那假设训练资料有聊天机器人但没有聊天机器猫，那这个聊天机器后面下一个字是人的几率也就会大于聊天机器四个字下一个字是猫的几率，那模型就会根据这个结果去输出。对，假设聊天机器人是最高几率的话，就会去输出聊天机器的下一个字是人，这样。那这个缺点就是资料没有就无法生成，那就无法去创造新的内容。对，那改善方法就比方啦，资料中有日本机器猫，那我们可以让它几率做平滑的处理，让机器猫也有几率只是比较低，或者我们可以用神经激励语言模型。神经激励语言模型就是把字去做 embedding， 把它投影到连续的空间向量里面。对，那就是一个也被称作 work to vector， 这样。那模型去预测文字的时候会去算出下一个字它的向量点，然后再根据这个向量点去找出它附近的文字，然后把这个结果去用激励去做呈现。对，那这边有个范例，就是网络上的，就是 American Dream is，然后他就会说下一个字可能是哪一些，它的几率是多少，这样。然后就 is to， 然后就会变下一个字。那你可以注意到他都有去注意那个动词的词性， to 后面要接原形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他就会去一路一路推下来这样，然后最后到标点符号的时候还会去注意说哎，那哪一种标点符号这样。那这就是一种神经激励语言模型的展现。对，那神经激励语言模型我刚刚说到它是 embedding， 那就这是一种特征向量的机制。特征向量机制中我们会将字做标记 tokenize， 就是它有几个字就会有几个数字这样。那之后呢我们会再把它打成向量，让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去看得懂。对，那如果我们只用传统的 one hot encoding 就会有太多的维度，所以就会改用 embedding vector。 对，那要怎么去摆，那 AI 会去算。对，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把字去 tokenize 的话，
就会像是今天在 C-com 听议程，他就会把每个字都给他一个数字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单词法，就是他会把一些常见的字放在一起，就会变今天在 C-com 听议程这样子。好，那之后我们会再把这个东西做 one-hot encoding 编码，就把 n 个字去编码成 n 维度的向量。对，但是如果透过这个编码，机器学习模型没办法去学到这些字之间的，它可以学到关系，但是它从输入资料它看不出任何的关联性，对，它每个字的 cosine 相似度为零。对，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 embedding vector 去取特征向量，那把文字放在一个 n 维的空间阵列上，然后让相似的字放近一点的话，那机器模型学习模型就可以从中看出一些 insight， 就可以可能从这个 embedding 的结果就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预测。对，那要算 embedding vector 的话，我们会用训练资料去做，传统上会用训练资料去做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去把它降维，那就可以找出适合的特征向量这样。对，那就会让有相关者的 cosine 相似度提高。对，那具体这通常都有 AI 的模型，就现有模型帮我们完成。对，那这边有个范例，就是他把电影去做了那个 SVD 的降维。对，就这边有很多部电影，然后也有很多个人给这些电影的评分。对，那这个评分他就把这个向量，这个向量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他把它去做了 SVD 降维，把它拆成 U、Figma 还有 V 三个向量，然后呢，再把最后这个 Figma， 这个 V 去做，就是最下面这一排它值太小了就不重要，就可以删掉，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拿，就把这个这一行删掉，它就变成一个二维的，就是结果，这样就把它乘上，把这个输入去乘上这个 embedding transform 之后，就会得到一个二维的结果。那如果你把这两排都拿掉，就只留最上面这一排，那它就会变成得到一个一维的降维。对，那这就是这样子的原理。那详细的话可以去看网络上的影片，都有很多详细的教学。对，这里就先带过。好，那 embedding 的效果就是相似的字会在相似的位置，然后不同的字它的相对位置也有关系。那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国王减掉男人加上女人就会变皇后。对，那如果是一个二维的话，它图就长得像这样，就我把 king 然后呢减掉 man 加上 woman， 那 man 跟 woman 它差的就是红色这一条，所以就是减掉 man 加上 woman，就是它会变成有一个红色字条，那它的位置就会在 queen 的这个字的 embedding vector 的位置，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对，那除了这种 king queen 的关系以外，像是不同的字它的过去式啊、现在进行式啊，它们的位置也是会有这样子相似的关系。就比方 walk， 它过去式可能在这里， walking 在这里，那它的这个距离可能就是 swim 跟swimming 他们这个过去式之间的这个位置的关系。对，那甚至国家的首都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比方意大利首都在罗马，然后德国在柏林，那他们这个向量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都会有类似这种效果存在。对，那同时也会有就是相似的字会出现在相似的位置，比方 king 它旁边可能会是 lord 或是 highness。对，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连续空间的字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把字打到一个向量里面，所以我们去预测文字的时候可以去算出下一个字的向量点，然后再根据这个向量点找出附近的文字，将结果用几率呈现。对，比方它结果可能是 king， 可能是 lord， 可能是 highness， 那这三个字其实很像，所以模型可能算出这个点在这里，然后就 king 的几率很高，但是它也有几率是 lord 跟 highness。那我们的 AI 再给它一些随机的参数，让它随机的去从高几率的结果挑选，就可以达到生成资料的多元性。这样，好，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用到的 NLP 模型。对，那传统来说做 NLP 会用 LSTM， 对，它是一个就是长短期记忆模型，
就他是用一个递回的神经网络去训练那个 NLP， 那他很吃那个资源，对，那他已经效果已经被 Transformer 取代了，现在是 Attention 的时代，对，有一篇论文就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听起来很嚣张，但他确实很厉害，就 Transformer 系列模型已经霸榜很久了，对，他是用注意力的机制去做那个训练的，那他会去计算他要注意哪个字，然后去找出输入输出间的关系，他一次输入就会把一整串的字一起丢进去这样。那 Transformer 他会用 encoder 还有 decoder 去做组合，那 encoder 就会把字去做编码，那 decoder 就会把字解码，那编码可能就编码成一个向量，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embedding， 那解码它就会再把它解回那个就是输出的结果。那这详细可以去看网络上的影片，它都有很好的说明，对，那就是像这样，就比方这是一个翻译模型的范例，它把一个外国语文翻译成英文这样。对，那常见的NLP 模型就像 BERT、GPT， 然后还有后起之秀像 T5 啊、XLNet 啊，也都很有潜力。对，那今天就介绍 BERT 跟 GPT。对 ，BERT 它是跟芝麻街人物同名，那用 Transformer 的 Encoder， 那它常被用在分类 QA 跟 NER。对，那这次我在 Google Summer Code 也是用 BERT 去做 QA 还有 NER， 它真的超强。然后 GPT 是取用 Transformer 的 decoder， 它通常可以被用在文字生成，只是它参数量非常多，模型很大，它会需要比较大的记忆体的显示卡才练得起来。那它就那个参数量，这个是 BERT 的参数量是这么多，那 GPT-2 是这么多，然后那个最近又推出 GPT-3， 它参数量这么多，就超高的175 billion， 很可怕。对，那我就是在这次的那个专题，我就是用 GPT-2 加上 BERT 做了一个陪聊的机器人。好，那先让我来 demo 一下，然后我再分享它的细节。好，接下来我要来讲我陪聊机器人设计的动机、架构，还有设计上的巧思。那我一开始的动机是来自于夸夸群，它是一个对岸发起的服务。就是他会卖家会把你加到一个群组里面，就你付钱之后他会加你进群组，然后群组里面有很多人会疯狂的夸赞你，对，从你的头像到你的那个聊天内容都会夸这样，然后夸完之后时间到就会把你踢出去，然后要你要再付费才可以再被夸这样，就很酷的一个服务。那我就是把灵感从那边汲取的，那同时我也发现就是有很多陪伴聊天的需求，对，如果有一个 AI 可以随时随地的倾听你，可以给你正面的回馈，那人的生命搞不好会过得更幸福一些，这是我的小小梦想。对，所以我就把那个陪聊机器人平台设计出来了。那它的架构，刚刚的平台的架构像这样，就使用者他会透过 Web 的平台去到网站上，那网站它的会去发送讯息，发讯息之后我的 Python 伺服器收到讯息就会去做文字生成，然后再用 BERT 把它做连贯性的排序，筛掉较低的，然后再去传送回应回去，那同时这些记录都会写到 database， 那同时使用者传讯息所回应的机器人都是存在 MongoDB， 就你可以去选你想要的机器人，就头像还有回应模式之类的去对你做回应。那刚刚这张图有两个模型，就分别是 GPT-2 生成回应，然后 BERT 做了连贯性的排序，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 Google Translate API 翻译，但我没有做进图里面，等一下我都会跟你一一做说明。好，首先是 GPT-2 生成回应，那我是用 STC3 竞赛提供的170万笔语料去训练的，那训练资料范例就长得像这样，我刚刚有提到过，就是我好可爱，然后会根据这个 flag 不同的模式，然后有不同的回应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是借国网中心的 V100， 然后练了14天才有适合的表现。对，
那之后呢，我会把输出结果是用 BERT 的连贯性去做排序。对，它是一个分类的回归，就是我好可爱，然后如果它回了一个什么今天天气真好，那模型就会判断它是没有连贯性，那分数就会很低。但如果它也回跟可爱相关的主题，那它就有连贯性，那这个分数就会很高。所以我让模型一次输出好几个回应，然后呢再把它做连贯性排序，然后把最高的几个结果去回传给使用者，这样。好，那我也用了 Google Translate API， 所以我训练资料的时候虽然是用中文，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模型是支援任何语言的。对，比方我用英文输入 I'm so cute， 那送到后端翻译成繁体中文，这边我好可爱，那我会把它加入回应模式 flag， 那这个 flag 是使用者决定的，那如果是 positive 就会是喜欢，这样，那模型就会去输出后面的结果，那重复的去生成，然后如果假设这一笔是最高分的，那就会使用那个翻译再翻回原来的语言，然后回传给使用者，使用者就会收到 you are cute 这样子。接下来是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对，我在这个聊天机器人平台造好之后呢，有在对它做一些使用者的体验研究，那这是我做研究的一些巧思，这样。对，那会做这个也是因为教授会希望说你专题不要只是做一个系统，会希望可以有心理学啊跟学习科学有一些关联，那我就逼不得已只好赶快来想一些理论套上去，这样。所以有两个，一个是用多回应机制增进使用满意度，那另一个是用自定头像激发正向情感。对，那多回应就是回应越多收不到适合回应的几率越低，收不到适合回应就是没有适合回应在里面。对，那假设使用者输入 X， 模型生成适合回应的几率是 PX， 那假设是 0.7，对，那模型无法生成适合回应，就使用者收不到适合回应的几率就是 1-PX， 那就会变 0.3。 好，那如果针对使用者的输入，我一次生成了五个回应然后去回传，那模型无法生成任何适合回应的几率将会是 0.3 的五次方，也就是 0.00243， 那几率就会变很低。对，那这个模型输出是指就包含连贯性排序都算好之后的那个结果，因为连贯性排序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缺陷，有时候 AI 认为有连贯，但我们人看起来就觉得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对，那我就用了这个方法让 AI 模型可以去乱枪打鸟。对，就是它给一堆回应，然后希望至少有一个回应是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对，那我就用这个数学的方式去解释了我的这个设计理念，然后结果教授看了就非常不爽，因为他希望我们读一些论文，然后用参考文献，弄得像一个很多引用的 paper 一样，这样。对，那所以我又只好再去找理论。我找到鸡尾酒会效应 （cocktail party effect）， 它是描述人的选择性注意能力的一个理论，就是你在很吵杂的环境聊天的时候呢，你就算旁边有很多噪音去干扰你，但是你还是可以专注的听到你聊天对象所讲出的内容。对，那这是人的选择性注意能力。那这个同样可以在群组聊天发现，就是你可能会去忽略跟你无关的讯息，然后去专注在要回应你讯息的人所讲的话，这样。对，那我这样写教授就觉得还蛮满意的。对，好，然后之后是如何用自定头像激发正向情感。我用了两个理论，一个是古典制约，一个是恐怖谷理论。那古典制约很简单，就是这是一个狗跟食物还有口水的故事，就是一个狗看到食物会流口水，那它听到铃铛的声音不会流口水，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让狗看到食物的同时也给它摇铃铛，那它久而久之它听到铃铛的声音就会开始流口水，因为他以为食物也会在附近。好，那同样的也可以用于有好感的对象，比方我如果是莎莎的粉丝，那我看到莎莎就会很开心。对，所以如果我把聊天对象的头像换成莎莎的话，那我看到他就会很开心，那我开心的话他说什么我都很开心，就是
使用者如果有一个，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的使用体验就会变高。这样，好，对。那之后也有另一个理论是恐怖谷理论。恐怖谷理论是说，就人在沟通的时候，对象越拟人，他的好感度会越高。但如果出现极度拟人却有不协调感的情况，那好感度就会跌落谷底，对，那就会有这个恐怖谷。对，那就很多恐怖片人物都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他弄得很像真人，但是有一些地方很不协调，让你觉得很可怕。这样，对，那恐怖片人物太可怕，我做剪报会做噩梦，所以我就不放了。对，但最近韩国推出 AI 女团，这个恐怖谷现象就有被讨论到。好，但这次的聊天机器人我没有专注在这个恐怖谷，我指的是说，就如果是一个匿名的头像，它的那个亲和力效果会比动漫头像低。这样，对，那所以如果有头贴，亲和力会比较高，然后亲和力比较高，已经有理论说，就是亲和力高跟你的使用体验高有正相关。哦，那然后就串起来了，所以就是亲和力越高，你的那个就是。就有头像会比没头像还要好，这样。好，接下来进入平台的 demo。那登入成功之后呢，你一开始应该会看到这边是空的，那你可以去新增自己的聊天对象，看你想选谁。那同时你也可以就是开一个新的，对，就像我可以再上传一张图片。然后打上这个聊天对象 bot 的名称，这样，然后就可以选下一步，那就可以新增了一个新的 bot， 这样。好，那新增好之后呢，你可以去调整这些聊天机器人的模式，让他们的模式是适合的。像我想让前面几个比较呛，然后后面几个比较。有同理心啊，最后我自己是很正面的，这样，然后就可以去聊天室了。聊天室就聊天，然后是支援任何语言，就是因为有 Google 翻译在背后。嗯，好，那也可以试试看，就我好可爱，他回什么？诶。我怎么打这么长？这因为它是随机生成的，所以每次生成的回应都会不一样。那有可能会有好的回应，有可能不会。为什么他一直想养狗？好，然后就会有比较正面的。然后像我刚刚把这个会设成比较呛，那他就会给一个比较呛的回应。好，我的议程到这边告一段落，请至 travel.eason.tw 玩我今天展示的这个模型。那也欢迎来 Q&A Slido 对我问问题，谢谢。谢谢 Eason 带来的 NLP 陪聊 AI 培育法，现在开始由讲者进行 Q&A 的环节，也欢迎继续到 Slido 发问，在时间内都将尽量回答所有问题。好，大家好，那首先是第一题，特征向量能处理一致多义的情况吗？那在我刚刚那个例子，它其实比较难，但是我记得就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产生更好的 embedding， 但它也更复杂。那详细可以去看李弘毅老师的影片，他有一部就在讲这个，像是就如果尼禄他是罗马的皇帝，但也是一个游戏角色，那他要怎么去分辨这样？那我记得这个梗，但我一直找不到影片，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好，然后那个第二题像中文，这个我不确定他在问什么。第三个 watch 的手表和看，对，这个就是刚刚的一致多义的部分，那我已经回应到了。好，然后那个关于网络
在那个 HackMD 这边也有人 QA， 就是网络聊天时常会省略标点符号，那在用网络上的资料及训练出的模型，能否正确的应对网络的聊天方式呢？那有几种做法，一种是我在训练时就把标点符号滤掉，就我可以去做资料的增强，有一些资料我保留它的标点符号，有一些我不保留，所以我的模型就可以懂看得懂，就是资料标点符号被拿掉的情况。对，那另一种是我就去找网络上的聊天资料，它的情境就是省略标点符号的资料来练就可以了。好，那在 Slido 这边有问说，如果用英文训练会不会表现更好，统一翻译成英文这样。嗯，确实有可能，但我没有找到适合的聊天资料集，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资料集才能去练。好，谢谢。然后讲一下如何让 BERT 评分回应连贯性的方法，就是这是一个分类的模型，我秀一下简报。那他应该在这边，就是我会分类，我给他一段句子，然后他要去判断他的类别，所以我就给他输入就是那一段话的前文跟后文，然后呢，我让我的那个模型去判断说，哦，那这个前后文它是不是连贯的？那这是一个 regression 的分类，这样。好，谢谢。然后生成部分用的是哪些资料？推论的机器配置是什么呢？推论的机器是3090，然后生成部分训练用的资料，我有补在投影片的样子，就是它是 STC3 的一个竞赛所使用的资料。V100 的是那个时候 TWCC 有免费额度，所以就被我榨干了，然后它榨到负的还是没有把它关掉，所以我就把它练到爽这样，但就是那个月底的12月底的时候年底就被关了。对， SVD 为何可以让资料分类更清楚吗？嗯，好，还有时间。就是在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就是只是做这样子的分类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不同的字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只能透过这样子去输入。那如果我可以把它用 embedding 去转换的话，那我可以把它转成像是这样子有一个向量空间的形式，这边是三维的向量，就 XYZ， 但它可以有更多维度，然后它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向量就会有关系。对，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更清楚的表示不同字的关系。好，暗示的情况或双关的情况，模型理论上是听不懂的，除非它有那个收过类似的训练资料，就像我前面举到那个谁在一垒的案例，它基本上很难分辨得懂。对，应劝一发超棒的，我就是蛮喜欢应劝一发，谢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哦，有，在这边那个 HackMD 有在模型架构中只有看到 BERT 增进 coherence， 但没有加强使用产生增进。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其实看不太懂这个问题，就是但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想问，就是我 BERT增进 coherence 之后有没有办法就是把他觉得 coherence 高的资料再拿回去训练。那我是有想过，但是有点麻烦，所以我没有做这样。好，代名词识别上的模型是否能正确的预测？ OK，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是这个有专门的就是 transformer 的模型视觉化，它可以去看说是不是有那个有正确的指称，那它有一个专门的资料库，我等一下补在共笔。对，现在时间有点赶。好，那下一个是在不同情感取向是怎么训练的？在我的资料库，它有把它分好，在哪里？这里。就是它会有不同的情绪，然后呢才是输出的文字，像喜欢就会是比较正面的，然后开心就会是比较笑的，那其他就是比较
没有特别情绪的，对，这样。那所以就用他的那个资料集就可以训练了。对，好，谢谢。还有问题吗？我看一下。好，没有了，谢谢大家。